位恐怖包厢，惊悚面目可憎，丑女 KTV 开唱，靠幽默的人都成了无知的宇宙，换一颗黄豆。今天到这个 K 房来唱，来，谢谢。我们不是鬼屋一日游，这个就是思路，你这一路，我们今天是有的，路做好不关我的事。对啊，真的。但是我怀疑他根本没有化妆，他本来就是。这个只要一走进来，我们就立刻把房租拿走。对啊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今天三位来到我们包厢里面，舒服的，舒服的。当做自己家，当做自己家。不过大进好像是刚发新唱片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谢谢。每次的这个，你怎么好像突然间讲啊？逮到机会，突然发现包厢，真的哇！逮到机会，逮到机会。哎，谢谢新专辑叫做《进化论》。进化论，因为去年这个小叔帮我这个开了个门，今年如果这个未来的音乐没有继续走下去，那才真正的不对。对啊，开了这条路了。对，是是是。那你这张唱片是怎么样？有特别的地方吗？哦，当然有，因为之前就是我觉得太像小叔，那这一次我觉得尽量还是做多一点自己的风格。没有，你不像小叔，你比较像一个巨星，不是？潘美辰。哎，有哎，有有有，哎，有人说过。哎，带带带，你阿内不礼貌哦。潘美辰也是我好朋友，潘美辰，反应太激烈了，假摔，不行不行，我跟你讲啊，你为了要对潘美辰表示是歉意，对，你现在唱一首他的歌，对，来一首，来一首，最红的那一首，我还真的。我想要有个家，你看多根本潘美辰嘛，怎么有个字就是潘美辰，我只会这一句。原谅我好吗？好了好了，不为难他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做莲花座，没问题。等一下，很多美女，真没错呀！哇，所以莲花座，莲花座，这个局是优的，对呀，优的局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那个哈笑园，哈笑园，哈哈。以前这个在 KTV 唱过嘛？常常他很期待哈，不一样，溜达太爽了，对不对？今天这个通告真的是不算通告，真的舒服，还有吃有喝的，对啊。而且我们还升级，之前都只是一些零食，现在是整个炸鸡耶，多好吃啊！升级版本，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场面，而且有一种来到汉典哥家的感觉。哎，你真的是说对了，难怪有一种温馨的感觉。他就是我们的包厢长，对，包厢长，209209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这两边包厢啊，你要小心。仔细的挑哦，他们有乔装过，所以六个都是丑女，但是在他乔装的后面很可能是超级正妹，对哦，但是伪装，我们可以有从几个地方判断，比如身材，这个是看到的，还有音色，声音很重要，声音很重要，但是我们经常是唱的越烂的，越唱的越好，你看这个露露，你随便唱两句，我听听看，来来来。因为孤独的总好，唱得很好，但你再看人，很大的落差呀。因为唱得好，唱得好也要脸来配啊，丢啊！哎，你有没有呢？哎，你要小心哦。今天有一些丑女，但算是丑哦，是吗？你以为她化妆对不对？其实是素颜哦。她卸了妆之后长样？对，有可能。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共识啊，大姐，对对，我们的对要默契啊。我们的共识是这样，我们。管他唱的好不好，挑正妹出来，真的是这样，声音还好啊。然后我跟你讲，你要看他脖子，是会有一些博纹，有喉结的，还是喉结？喉结，犀小瓜后面的喉咙。听完205206包厢的歌声后，选出一位女艺人一起同欢，淘汰者将坐到遗珠区。哎呦，这205哎，看一下身材，不错哎，好玩呢，优的优的，这个腿很厉害。哎，唯一，你那你就近帮我们看一下，有香味，有香味，你真的闻得到味道？哇，你这么远你都闻到香味，我属狗了，我这边只闻得到炸鸡味。
然后我们我你看，小肉香煎，而且很皮肤很好，又白白透亮，香煎小肉有没有？香煎小鹿有没有？香煎何太急有没有？走在香煎的小路上，不会的老牛是我同伴，蓝天陪着白云。后面就不会。要听他唱，要听他唱。现在可怕的是什么？可怕的是二零五，如果他唱的歌就是《乡间小路》，我们就中见鬼了，对不对？一起来欣赏二零五带来的歌唱，来。人好幽默，让爱的人都沉默。漫长的宇宙，画一颗红豆。放开了拳头，反而更自由。长镜头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，时隔好几年，我们在怀念的演唱会，礼貌的吻别。你写给我我的第一首，可是那然后呢？还好我有我这一首情歌，轻轻的，轻轻哼着，哭着，笑着，我的天长地久，陪我唱歌，轻唱你的情歌，舍不得短短副歌，心还热着，也该告一段落。还好我有我下一首情歌，生命宛如静静的相拥的河，永远天长地久。很神奇，真的真的不能，真的不能看脸，歌声是真的不错了。戴先生戴小姐，你好你好，戴小姐，我们是今天到这个 K 房来唱歌，对对对，我们不是鬼屋一日游，这个是思路，你这个思路里面我们今天是有主题的，我们是主题派，我们这个包厢会因节日而改变，所以我们这个妹都是很正的，确定，但很奇怪，确定哦，没有，我们现在他已经没有在动，我就觉得他还是在瞪我，走到哪里杀嘛，哎，你走到哪里他都在看你，哎，大姐，你看角度看他们身材很。皮肤又好，玲珑有致，对啊，身材是很不错，但脸就有点双刀火鸡的感觉哦，鸡姐，搞不好真的是很漂亮。以那个露露那个歌声，就是那个来定论的话，对，会有反差呢。而且如果等一下坐旁边，如果等一下攻击他，会不会怎么样？不会吧？哦，不会，他会用门牙咬你。我会以为他是阴思路哦。没有，我觉得他那门牙随时会射出，有没有？他一喷出来，眼睛离不开门牙，真的。或者想到接吻的时候很怕，我很怕他那个门牙跑到气管里面。那我们要考虑说，这个如果是个美女，她愿意让我们化成这个妆吗？对，很资深的，对呀，真的假的？有什么？再看一下2006，哎呦，会穿这种大红，哎呦，过年吧，嗯，现在可是像个红包一样。现在可是我们唱歌有时候不要说光看她的脸，因为有时候来玩玩的开心最重要。哦，你看这穿红鞋这个摇，哦，红鞋女孩啊，这就摇呀，你喜欢那种？比较深的，是是，那讲不出好话，也听听听听她的歌声，好吧，也还可以看到她脸呐，好，来2006，来，哎呦喂。我的小时候，吵闹任性的时候，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。你的外婆。夏天的午后，牢牢的这个味道。他是我本人吧？那是刺还是葡萄干？他是白雪公主的后妈。TOO。这条东西几条花了？对啊，这条东西落石都华哟。T.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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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离开小时候，有了自己的生活，
新鲜的歌，新鲜的念头，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，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。 T.O.O.世界，然而横冲直撞，被误解，被骗，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？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，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，爱总是让人哭，让人觉得不满足，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，好孤独，天黑的时候我又想起那首歌，突然期待下起安静的雨，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，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，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，我现在好想回家去。T O O， 哎，安怎？哎，落花都落去收叉。你莫这样夸耶嘛，也好爽。落花都开电梯都。哦，你是跨门。水电同埋晒。你们态度也差太多了吧，两位。唱完，好唱完。别落火，别落火，都去修山都好啊，别落火。唱啊唱啊！哎，这个怎么样？这样，萧远，很明显，他的歌声里面有一种沧桑的感觉。哦，有对，有像一个前辈，我讲不出来是谁。他应该自己知道啊，是台哥老前辈吗？台志远，台哥，女生好吧？人家都是女生，人家是身材玲珑有致，怎么可能男生呢？唯一能唯一觉得刚有闭上眼睛听，其实声音还蛮真诚的啦，在声音部分真诚，可是我跟脸是搭不起，方式来形容就是不好听啦，不用讲出来很奇怪。哎，他这个年纪还说他小时候听奶奶讲，对啊，啊他这个年纪奶奶，对，他自己就是奶奶，记得外婆，奶奶应该不在了，奶奶一两百岁了，满身大了。大进，你觉得？我觉得有点像跟我同期出道的同学，但是我又不确定，不确定，对啊，又不确定。哦，那现在有205跟206两包，大家手上都有牌。来，你希望哪一位可以出来跟我们同歌共舞？但是他出来就本装了哦，对，自己的哦，原本的样子。那你们不要的就移出，好吧？移出，我们请他坐到那边。205还有206，到底你希望哪一位出来跟你唱 KTV 呢？1、2、3，一起来，耶！你口味跟大家不一样，为什么？没有，我觉得还是保持我原本的那个想法。请安哎呀开窑啦，哦，对对，你喜欢这种，所以要玩得开的，对，而且我其实很久没有跟我妈一起唱歌哦。205就是我们选中，206就是遗珠了，我们先把它带开，带开啊，好，哎，不好意思哦，206的小姐要麻烦你先出来了哈，怎么可能？哎，不好意思哦，206的小姐要麻烦你先出来了哈。选你哦，到底有没有礼貌？大家没有礼貌，没有礼貌。哎，我上次讲过，你长得很像一个前辈，是一个歌手，就是那个优雅。不是，没有那么优的。我妈都说我很像那个滨崎B嫂的。
钱币嫂哦，钱币嫂那个张荣坊，张荣坊对，哎、哦欸，他刚说是滨崎步，是同期的。张荣华是我们的总经理啊，是啊，而且张小慧啊，张荣华为什么那么讨厌？没事，你坏坏，你干嘛装牙套啊？因为我想更美啊，我都被你们遗珠了，还不用戴牙套吗？是是是，讲话都闹轰了。你看，哎、欸，你自己挑，你会挑你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必须说。这一种就是很好看但不好聊，你觉得他能聊什么？好聊，真的。其实我们出来做好，我们没有要聊，没有要聊，是不是？谢谢你今天教我们这么多，谢谢。我坐在那里是不是？没有，那里那里那里隔壁包厢，不好意思，不能跟大家同乐哦。没办法，那不行。那还有什么要讲的？不要了，你外带外带，害我生气。你来了，我们就不嗨啊。讨厌。为了废话，哎，阿林就走了。来来，来带小姐，带小姐来来来。来他有留下他的那个他自己的一个特征，哪里？他牙齿有留着，牙齿留着，牙齿你要拿掉，那个照片你要拿掉，拿掉，我刚花钱都弄完了，还在玩了啦。Hello， 对啊，他这个就跟 online game 一样，他是整组打掉重练，对，太好太好。那今天我们就是开心同乐同乐，好吧？好，来一起来看下一组，来来来，有吗？有吗？有的，欢迎来小姐，有没有优的？有，确定哦？超越超越张亚，你不要说有优的来小优，然后不要让我们冒险哦，好不好？对啊，你坐那边，不要给我们冒险哦。safe safe， 我们不喜欢冒险。他觉得有天好，有怨念。哎，学生红，不要这样子，还要涂红嘴唇，不吉利，不吉利。我跟你讲啊，你就选歌选错，要不然你一定赢的。我要选什么歌？科学小飞侠。还有下一组，来来，赶快的看，赶快的看，下一个包厢，哎，是优的，这个身材前凸后翘，嗯，也还不错哈。啊，左边这个腿我可以，有点熟悉。哎呦，那我们先来看这两个205的，给他唱一下好不好？来来来来。哎呦，哇，瘦有男嘞。该不会从头到尾就这一撮头发吧？很有神秘感哦。我转过来了。王菲啊。为你疯了过境，为你撤退，为你撤离是期待。为你涂了装扮，哦，为你喝了醉，为你剪了争执微笑，一颗热的心穿着冰冷外衣，一张白的脸漆上多少灰色的情节，在意我的空虚身体不见的王位，在你的空
声里面仿佛听得见怀才不遇，哎，没有遇到好机会。对的，神秘大咖，我从那歌声里面仿佛听得见怀才不遇，哎，没有遇到好的机会。对的，怀才不在这里上班，怀才不遇 OK。嗯，如果怀孕不说，这不行，要扣钱。对对对，妈妈反而会生气。遗珠这边。感觉怎么样？没有，我跟你说，你们等一下会很遗憾没有选我，因为他是一个怎么样贵，不能动的人，地位很崇高的，地位崇高，他在我们这一票小姐里面地位很崇高的。我知道，新梅姐啊，脸有没有像？真的，天哪，脸有没有像新梅姐？对，好像有一模一样，可是我觉得比较像九孔哥哎。孔哥没有身材，孔哥跟西梅姐一看这个身材也是玲珑有致，怎么可能？大概蒙残客了哈，阿文哥有下一个选项可以选，够这边够206哎，大家看选眼看，遗珠也可以帮我们做参考啊。我才不要呢，你又不让我做那，有点意见。不不不行不行，我跟你说这两枚都厉害，都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你真的想坐我们这里吗？还好啦，其实也还好，还是你搬个椅子坐阿咪旁边。已经是移都去了，都几岁了，你们两个人就凑合着用。对呀，你是好朋友。哎呦，没错，阿米老师 OK， 阿米老师说 OK， 对呀，没错，没错，按错的，没错，按错，来来来，206，好吧，来来，请下，请下。在你怀里，我听天由命。最后一张王牌在手里，而悬疑的几率不能放纵。爱你，就放过自己。爱情已经过了甜蜜期。说也是无意，爱不爱我已经没关系，一点小伤而已，你可以很放心，我不会为了留你假装可怜兮兮。可以一个人安静地忘记你，我和你走。
进，你那里再进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像许可？哦，小有点像，有点像，对，有点像的。唱歌也不错，但有刺青哦，感觉好像又蛮叛逆的。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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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我听他唱歌的歌声，他歌声有一种失落的感觉，哀怨。他唱歌也很好，然后他整个身材体态也很棒哎，但是我真的是看不出来是谁啦。如果平常这样直接看，我真的会比较偏这边，但我现在一直觉得这里有一种压迫感。怎么说？会不会是因为你后面那一位红衣？怨念。看一下，你看后面来的，也是。你要？哎，有。阿勇，你的怨念是对的。来来来，掉二零五，来选一下啊，是这边哦，二零六是这边，好吧？保证有，你们今天乱选都可以了。真的太难了，真的太难了。好，你希望哪一位跟你欢唱 KTV？ 请选择。呀！你为什么？你说一下，说一下，刚刚何嘉伟有说到嘛？他说这个是一个大人物，我很好奇。大人物对，到底是哪一个？听到大人物就怪怪的。不是我刚的意思是说，他现在的位置很崇高，很崇高，崇高。怎么说崇高？就是他走出来之后，我们所有人都会让座让位。会不会是张大千老师？小燕姐啊，不得了！让座的话就是。老弱妇孺就是对啊，让座套一句比较简单，他一过来，大家让开这样子，对，会不会就是所谓的代言者？没有没有，什么东西的代言者？还是有抖丢啊？别哦，好，不好意思了，大家选择二零六，来，先把二零五遗珠带出来。是代言者啊！带球啦，带球！哇，太好看！宝宝来了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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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来来哇，这个宪哥要好好。我说汉典好，宪哥旁边坐，宪哥坐。不好意思，应该要让他好好坐一下。要！今天没有选中你，这个几个月啦？我五个多月了。五个多月。怎么混进来？小姐的，要不要先出去？没有，我出来介绍。要！照顾他的，照顾。对，他是在恨蒙本店的那个妈妈。太辛苦了。你说怀孕吗？怀孕五个月，辛不辛苦？不会，超开心。还要出来上班比较辛苦。没有，就没有，因为家里要节目，可以来唱歌。这个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谁吗？结婚了啦！有结婚了！有在管啦！爸爸是音乐人，我小时候玩音乐。爸爸弹吉他手，我当然知道啊。对，宪哥知道。阿龙五个多月，然后是个。第一次说哦，我其实你先看，你先女儿啊，因为看她的内分泌就知道是女儿，漂亮，变漂亮，不是，她脸上的内分泌会有一点失调，真的，这就是我觉得宪哥生很多真的有差哎，对，生不知道哦，他没有生，有经验哎，啊你也不差，你也生两三个，对啊，我说人家没有。啊！你要赶快啦！偷偷生，我还没啦，还没，还没，怎么看起来啦？你们不能以貌取人啦！还没嘞啦！包租婆，看她的内分泌就知道是女儿，漂亮，变漂亮，不是，她脸上的内分泌会有一点失调，真的，这就是。我觉得宪哥生很多真的有差哎，对，生很不知道哦，他没有生，有经验哎，啊你也不差，你也生两三个，对啊，我说人家没有。啊！你要赶快啦！偷偷生，我还没啦，还没，还没，有看钱啦！你们以貌取人啦！没有怀孕啦！太恭喜了！而且是就是很突然就来的，而且是在我最忙的时候，就这么对，我在拍戏，没有时间，然后就那么一次去探班就对了，去探一探就有，探班就有了。他来探班，一探成主顾，然后就一探成主顾。然后对呀，哎，我刚刚看了，我还没看出来，因为你穿这样有点遮住了。对，因为今天故意想说，就是先穿个不要让太出来。所以你看啊，女艺人人生也就是如此，找到幸福的另一半，远比你工作的成就来的重要。你是说我们成就有多不好？是？没有，你是婚姻跟成就都有点问题。那是我妈妈讲的，我妈妈说你我赢得全世界，是没有了家庭，我等于什么都没有。对呀，幸福很重要的，所以你也要幸福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我也希望你就说不要假借一种，比如说聊天啊，温馨的感觉，然后就混到我们里面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小姐，我们刚
我们这一包里面这样还是没有。我还是要公事公办，公事。带妈妈，顺便把我们家齐慧给牵到。来，所以我不能出来这边。对，你是遗嘱啊，没选到，因为你是妈妈才让你出来。你来，整盘拿走。好，来，整盘拿走。七块炸鸡。你猜一下，两人补两人。拿一下，你怀孕五个月还在上节目，你看辛苦，真感动。来，好，给他慢慢吃，慢慢吃。好险，没有乱选。果然真的还好。猜票都选的对，票差一点选中。有那个夹带的，有夹带，对不对？他对对不对？突然间赖给我们怎么办？狼有办法的嘞，没够。这样了还可以赖给我们？对呀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带新的，带新的。所以206就是我们要的喽。206，一起欢迎206出场。谢谢，谢谢。206嘛，来，坐，坐这边好了，来。拧拧腿，错，哇，不错呢，你很会唱，歌唱的也不错。刚刚那首是谁的歌？张惠妹，我恨我爱你。我恨我爱你，也还不错呢，哈。可以聊她写真集，上次看到她写真集，很棒，超棒。你拧腿著称嘛？对啊，刚好跟拧腿是一个对照嘛。来，我们赶快来看下一组。哎，下一组喽。我跟你说，这一组很好选。是吗？很好选，是吗？好选。那这两套衣服，我们都觉得万花筒。对，这一套看起来好像比较 colorful， 对不对？嗯。但是这一套比较玄机。哎，它是 colorful， 这边是透明的，透明的，透明的感觉，对，非常透明。这个有一点若隐若现，好像可以看到里面去，比较心机。对呀，对，两套都有东南亚的风。再往上面一看，有没有？它又是小鹿相间，有，真的相间小鹿，有没有？哎呦，这个哦，这个扇子拿高的，但是刚刚不要扇子有奖哦，扇子麻烦拿走，谢谢。丢掉，他刚刚有奖哦，大喝大败哦，不是天堂就是地狱哦，是的，要小心选，慎选，慎选。我们最害怕哪一种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天堂或地狱，我们都算了，我们就害怕。天堂的身材，天使的身材，对呀，那可怕了。直接来看205先唱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。这下吧。世俗眼光，世俗到天亮。一部外国电影没听懂一句话，看完结局才是笑话。你看我多乖多聪明，多么听话多奸诈。喝了几大碗你就才离开，是为了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口是谁的书画？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，多么不流行的模样，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，才会有人热情买账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，好几百年前做小心吐的那口是谁的书画？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，多么不流行的模样，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，才会有人热情买账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
子要唱男生的歌，又是大红的歌，哇，还唱的比男生还好。对啊，真的，唱的真的太好了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选。很有 feel， 这个男生叫李清照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是诗人哦，李清照，他是宋朝的。他是诗人吗？是啊，是啊。不是、啊，他有一首歌叫《诗人》，所以你看这个唱的真好。哎，但是我怀疑他根本没有化妆，他本来就是这样。这脸是有点像老会了吧？对呀、啊，这看起来太衰了吧？哎，这个只要一走进来，我们就立刻把房租拿给他。对，包居婆，包居婆吗？很包居婆嘞。对啊，那不行了，我们还是要看看隔壁这个。二零六，新的，哎呦，这个最后的希望可以期待一下哦。好久成功，身材厉害，他这个算是很敢半透明呢。对，可以转一下。本店红牌，来，直接就来哈，听他唱好了。好，来，尽量拿空好不好？对啊，来，终于来了，扇子拿开了。哎呦，哎，可爱教主。在我们选二零五二零六之前呢，我想今天的最佳造型奖应该是颁给二零五的，真的真的，最丑，对，有没有看到？对呀，太到位了。看了二零五以后，觉得二零六好可爱哦。对，二零六真的算可爱的。对啊，不丑，粉红泡泡，他真的不丑。二零六真的还真有一点露露秀。对呀，好像平常的样子哦。你们是不是故意的？变成你？对呀，这有，会不会录完影然后出去外面？哎，那一天有看到你在唱 KTV 呢？哎，这是那个头妆啊，但是二零五的歌艺又很杰出，很厉害，对不对？想找他一起唱歌。那二零六这边唱歌有一点还是同音，有没有看到？但我觉得这一组会有一点点被影响，就是因为露露刚一讲之后，我怎么看我真都觉得是露露在唱歌。对，而且刚刚会有阴影，那说不定是优的啊。也是，而且我一直会觉得，就是刚我还跟小哈说，就是会觉得很怕把那颗痣吃了。哦，而且刚刚我们一直觉得他很可爱的同时，玲玲突然讲说他长得很像谁？谁？不是，这有点像台哥扮女装。上一个也台哥，这个也台哥，会不会太累？对不对？哎，来大靖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真的这样放在一起，像是台哥跟碰哥的感觉哦。碰，哎呦，一起组合，哎，还真有一点像。哎，真的是。好，那自由新政，好不好？来吧。选错了出来就真的尴尬了。自己负责哈。你们要二零五还是二零六？请选择。耶！
怎么样？就看你决定了。这么激烈，结果我是205，对，205，所以是205胜出。所以您要的是205，因为206长得太像露露了，没有办法接受。什么意思？OK，那206是遗珠，把它带出来。你们不要的，长得跟我很像的这一位，欢迎光临。全你，我全你，来，谢谢宪哥。哎呀，你刚怎么愿意做那个？对，好可怕。不会，长得有点像露露，蛮可爱的。就是好可怕。对呀，看你就蛮可爱的。对，看你的身材，我们竟然没有认出来，是的。对呀，他就是传说中的同音巨乳。同音巨乳，好。哎，房客时间到了，哎，你还是要。宪哥。另外两位会生气，没关系啊，你还是要跟他们坐一下，他会另外买你，他们会 complain。那边被淘汰的都是有怀孕的啦，或者那我是或者看起来有怀孕的啦，差不多了。好，戴小姐先去，好，这个公平吧，哈，只有他是房客，房客可以，所以你看能坐到这边来，多不得了。对呀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要去带他。带小姐，带小姐。哎呀，这个怎么那么像以前房东啊？哦。哎呀！来，坐，大家欢迎，欢迎，对对对。哎，人家一真已经结婚了。对呀，可惜。哎，那是谁呀？啊？哇，很极致，很像碰过。哎，我觉得我的演艺生命是完全奉献给大热门这个节目。一定要。但是，但讲真心话，你刚这个歌唱的真好呢。谢谢。真的是唱将士。告诉你们，叫那个彩小姐来，你不要抽水。对呀，歌唱那么好，怎么可能适合我们？我就是一个陪你。就是要唱歌，我要干嘛？所以我之一不在唱歌，要唱歌。我们让有扮过这么丑的吗？从来没有哎。这拿回去给老公看一下，他可能完全没有食欲啊。他已经哭了，食不下咽。至于吗？需要这样子吗？至于吗？真的是。至于这样吗？今天太开心了，我们就自己点歌来唱了。好，你们稍微也下班了，我们这边就不加台了啊。明天童真继续回答的。You, baby, just wanted to say you made me crazy. 你对爱的渴望无法隐瞒，无所不在，期盼将来，爱迫不及待。从你的眼神拼凑着未来，不再需要为了。心软如麻，为你而来，所能精心安排。I wanna dance tonight, I wanna show you tonight. 奉献我所有，抛弃所选。本节目由 Sugar 韩国手机冠名赞助播出。